是找不到对象，今年过年回来我给你相亲。你好，你的餐我已经取到了，是超级好大厦是吗？我不是找不到男朋友，有男的对我可殷勤了，每天来给我送饭。我都快超时了，自己快点出来拿。他很贴心的，每天叮嘱我按时吃饭。猫哥，你到底在哪？这地连个门牌号都没有。我都嫌他太粘人了，总喜欢问我在哪里。26楼，连个电梯都没有，还得我爬上来。他很喜欢锻炼身体的。祝你用餐愉快。他说他每天的愿望就是希望我开心。记得给我五星好评。还经常跟我撒娇，让我夸他。我得去给别人送餐了，没空跟你唠，快拿着你的餐。他单位很好，还管饭的，而且每顿饭都不一样。